今天能够有机会得到这个讲座呢，要特别感谢310家族的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然后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才有机会能够继续的唱下去，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然后我也会努力的继续再做下一张专辑，然后也预祝大家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快乐。